力完成一个造型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。以前的话，我都是妆法分开，头发找别人，然后妆自己画。现在你可以连头发一起自己做的话，我觉得是还蛮开心的事情。跟以前在学校的差异性是说，以前是大班制，那因为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，以前就算老师教的再认真，你能吸收的可能只是照本宣科。对，那这边的话，老师可以一一的跟你分解，遇到这样的条件可以怎么样做处理。我觉得进团团队最有感触的地方是说，以前盲目的做，有一种不上不下吧，遇到了瓶颈，然后不知道可以怎么做更好。有一个专业的团队，就是跟你技术交流，然后或者是跟你经验分享，都可以帮助你很多。